个好产品是如何炼成的，苛求于每一稿设计，碰撞于每一次讨论，从方案到验证，从细节到完美。景林包装致力于打造中国特种缠绕包装机械制造标杆企业。1998年，百业待兴之时，上海景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开启了行业内的初步探索。2002年，在线式全自动托盘缠绕包装机问世，景林正式踏上自主创新的广阔征程，一路高歌。以创新为立身之本，景林始终秉承开悟精神，打造创新环境，坚持研发投入，历经20余载，坚守初心，负重前行，在荆棘中探索发展之道。如今的景林已拥有众多自主知识产权，近100项国内首创技术，更实现了众多工业领域智能化包装的技术飞跃，跻身国际舞台。传承20余载匠心追求，立足行业需求痛点，钢铁工业、铜加工、铝加工、钢丝线材、塑胶管业、轴承等10几大类行业智能包装解决方案，9大系列、200余款单机经典解决方案，多样化的产品，快速响应的服务体系，致力于给客户以更好的用户体验，满足了差异化的市场需求。至今，景林已与宝钢集团、马钢集团、金川集团、塔塔集团、诺贝利斯、奥阳顺昌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合作关系，形成了全球化市场布局。用团队构筑企业灵魂，用文化滋养企业未来。景林践行创新创造的企业精神，重人心，重传承，努力实现客户、员工、社会的多方共赢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。志存高远，智取未来。在工业4.0的时代浪潮下，践行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，景林将继续开拓创新，引领行业发展，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展现中国制造的独特风采。